车来了。什么区间车来了？这个区间车。你把纸当做区间车啊？嗯。你好可怜，你没有带火车出来吗？嗯。只剩纸可以玩而已啊。嗯。太惨了。好吧，那你要不要看一下灯笼？嗯。灯笼。哪里有灯笼？你找一下看哪里有灯笼啊？那里。哪里？那里。你给爸爸看。那里。对，这里有个灯笼，好大。这个灯笼好大，但是它现在是早上啊，所以它没有亮，要晚上的时候它才会亮，知道吗？嗯。因为早上会有太阳啊，它如果亮起来的话不明显，要晚上的时候暗暗的时候亮起来才明显，好不好？快来跟灯笼拍张照。哎呀，拍不起来，因为灯笼太高了，你太矮，你站起来才有机会一起拍。站起来。嘿嘿，骑电车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英国拍到了，有拍到灯笼跟你了。现在要等姐姐出来，我们就要出门了。姐姐，骑电车。嗯。哎，骑电车淹水了。你有看到你自己吗？有。在哪里？你看一下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你。哪里？反光有没有看到？我吃。姐姐，你怎么给弟弟糖果啦？我吃。哦，好吧。谢谢飞皮娃。他说他要吃。我在想，看他怎么标英文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糖果太难了吧，好难哦。嘿嘿嘿。什么？姐姐，等一下才要吃啊、哦。弟弟，你吃好多糖果，你怎么那么喜欢吃糖果？嗯。你怎么喜欢吃糖果？小时候不喜欢吃吗？不喜欢，我没有特别喜欢吃。吃了没有？很少。你吃了没有？几乎没有。你现在那么喜欢吃巧克力？很少啊。他现在后面有人，脚脚说小。